一滴香放落清水，便致颜火锅汤底。打边炉麻辣汤底啊，唔该。牛肉面想喺个汤都流口水，但原来呢一啲上汤唔系真噶，其实系将一种叫一滴香嘅添加剂滴入清水里面做出嚟。一般都是放到火锅啊，就是汤在里面呢、啊，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吧，反正你看你的分量定的，假如一分菜的放了一滴都足够了，已经都很香了。陈师傅话：用一滴香炮制上汤系行内秘密，一罐可以整100个火锅汤底。一滴香系以化工合成，最先喺广东嘅批发调味料店度出现，现时喺全国各地都有出售，价钱由20到100蚊人民币。唔单止细饭店、大排档使用，连大酒店都有帮衬。一般就是酒店啊、饭店里面，他们做餐饮类的。像这个见效益快的，投资他们又没有多大技术的。技术含量不高的，他们就是设备用这种。内地食品监督部门话，如果长期服用一滴香会伤害肝脏，更加可能致癌，但具体成分系乜嘢仍然有待化验。